豆腐就臭豆腐，是骗原住民没有吃过臭豆腐有啦。哦，你不晓得，这臭豆腐真的超好吃的，而且你住山上那么久，我怕你没吃过好吃的臭豆腐啊。而且这一间呢、啊，真的是网友超推荐的，所以带你来试试看。这一家的萝卜糕也超厉害的，那不就同一家？被你识破了，那我们回去吧。就乱跑，哎呦，幽默呢，跑来跑去。立马卖啊呢！这家店网友推荐之后，我还拿到了这样的情报。这老板娘可是女中豪杰呀，经营自己的店面事业，一个人就开了15年。而且其实这臭豆腐的诞生都是由泡菜开始的。老板娘说，在民国70年开始，老家在南横山上的她，因为不舍菜农的高丽菜，因为运送不方便而常常滞销，于是就制成了泡菜。后来开始也卖起臭豆腐，没想到受到消费者的喜爱。而生意好也要兼顾小孩学业，于是就从南横搬到关山，再到鹿野。然后接下来这4年间，小孩就读了市区的高中，就搬到了台东市正气北路。是不是就是现代孟母三迁啊？你说太强了，这真的是为母则强。但是我想要更认识这充满爱心的臭豆腐，而这里的臭豆腐竟然有酥脆度的层级，好奇怪哦。那因为我们的豆腐其实一直以来他们几乎都是吃脆皮豆腐，它就是整块不切，然后皮是脆的，里面是软的，保有豆腐的原味，那再把菜直接夹在豆腐里面，然后它连蒜连酱连泡菜连豆腐本身的原味一次咬，对，是这样的吃法。那因为台东还是有些人喜欢吃酥一点的，那我们就会有一种就是把它切对半，然后炸酥一点，对，让它每一面都是干干的，那这是比较酥的炸法。那这个呢比较小块，这个就是它是微酥，它比较有白的部分，它比较有白的部分在里面，所以它是微酥。因为可能有些小朋友啊老人家啦，他可能吃不方便，牙齿不方便咬，那就会以这种做选择。那所以我们就用了3种。我要来试试港式的吃法，就是要把这个泡菜对不对把它塞进去，对不对？如果有吃辣的话，我们有自己自制的辣椒。自制的辣椒，对。而且是不是说这个酱其实也很讲究？对，我们就要熬，就是要用熬自己熬的，没有不是调的。不是说像酱油膏啦酱油去调一调，我会让它熬，而且分3锅熬。我这个人比较龟毛，酱料还要熬，对，分3锅去熬。虾罐，虾罐，跟老板娘讲的一样，因为它外面的皮是酥酥的，对不对？然后一咬下去，里面是嫩的，然后再加上泡菜就是脆脆的，然后甜甜的，然后再加上香菜，口感对，全部包覆在里面，口感层次很多。对啊，就是一次满足，超好吃的。所以有些客人吃辣的，他会很喜欢我们的辣椒。来，我吃看看，有加哇，这感觉很像很辣哦。他会辣，但是你试试看，看你可以接受。因为我是负责辣的部分，我沾了那个辣椒。试试看。目前还是面不改色的样子。没有，很好吃。很可惜你不能吃辣，因为我不敢吃。他会休克，好好吃！我的朋友们啊，听完了臭豆腐的个人简介，你们一定也想多听听这萝卜糕是怎么诞生的哦。很简单，就是呢，在一次老板忙着招呼吃臭豆腐的客人的时候，就有人想吃饭，于是老板娘灵机一动，想出了萝卜糕这个点子，就是这样来的。哈，算你过关。虽然感觉的像在唬烂，不过呢，萝卜糕可不马虎，这里头对消费者用心可是不输臭豆腐啊。从切萝卜、刨萝卜、那个萝卜丝开始，然后泡米，到整个是吹熟了，吹熟了，大概要8到9个钟头。哇，8到9个钟头，超夸张的，一整天下来8到9个钟头，然后还不包含它吹凉，吹凉要到隔天，对，要到隔天，所以你知道才能吹凉，已经是粒粒那个白米已经是粒粒皆辛苦了，没有想到那个萝卜糕还要再这么辛苦一次，对啊，所以我们的从酱料从泡菜到酱料到萝卜糕，
这整个都是自己制作，对，完全不加味精。我们有画面为证，不加防腐剂，不加味精。对对对，刚刚有去直击一下，就是制作的过程，不是用什么一些添加物去假装它是萝卜糕，不是假装的萝卜，对，不是假装的，而且它是真正的白米，不加任何粉，真的，就是不是不用粉做的。而且是不是说它炸过还要先事先要先炸过？我们萝卜糕比较繁琐，所以之前都会限量供应，就是它在炸的过程中，因为它是手做的，它比较软，因为它不是粉条的，所以它在炸的过程中，我们炸起来了之后要让它再吹凉，让它完全风干到冷了才能再下锅炸第二次，这样吃起来它才会 Q 弹。所以那个萝卜糕，它要从吹过程就是削成萝卜，然后再跟再来米弄，然后还要再被炸两次，哇，对，它比豆腐其实繁杂，手工做的果真不一样，它比较 Q 弹，而且就是口感就是扎实，然后 Q。我看一下，不是咬下去，就是。那种软软的那种，我知道，因为有时候我们去吃早餐，然后会觉得它煎的萝卜糕，它就是个绵绵，就是因为你做的跟粉做其实不一样，对，马上试过，吃得出来，对，吃得出来，到底我们来看一下手工的，吃完了萝卜臭豆腐选手之后，我们看一下萝卜糕选手表现如何，到底有什么样的那个就是魅力魔力，真的是。而且我们萝卜糕一样加附加泡菜。对，不是只有单吃萝卜糕，对，所以真的是很饱满哎。而且除了这样的吃法之外呢，其实还有那种双拼的，对，两种拼在一起，一次可以吃到就是臭豆腐跟萝卜糕，吃到好吃的萝卜糕，一次就是满足双重享受，真的。真的，对，所以真的是妈妈的爱，就是为了小孩，然后呢，也是对顾客的爱，对，这样客人才能吃得饱。不是吃豆腐，它光是我觉得这个切酥什么酥哦，我就觉得满足各种喜好的顾客的胃，对不对？好吃的臭豆腐让你上天堂，好吃的萝卜糕让你快乐似神仙。我感动的不是只有泡菜、臭豆腐和萝卜糕，还有那妈妈和女儿互相期许的情感啊。没错，这九昂店名就是老板娘希望自己的小店事业能够长长久久，和女儿能够昂首阔步，勇敢坚强地迎向每一天。没有想到吃完臭豆腐，斗志整个都燃烧了起来。对，坚强起来，继续带大家去吃巷弄美食。这次是网友推荐的异国风味料理，来自西贡的老板娘把家乡味都带来台东，美味指数也是破表，所以不要走开哟。